群主大人在上，小民有一事请教。请讲。你作为群里的一把手，顶天立地，高高在上，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带大家做点事情，谋点福利？好，何出此言？你看人家刘备找了四个人就建立了蜀国，朱元璋找了八个人建立了大明王朝，毛主席找到十个元帅建立了新中国，马云找了十八个人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帝国，就连宋江找了108个人也干了番大事业，而群主你找了我们这些人建了这个群，人不少，质量也不差，可你为什么不能带领我们发家致富，做一番大事业呢？你解释解释。你给我滚犊子吧。你看看群里一个个谁听我的话，不是发红包就是发广告，还时不时违反群规，发送不和谐的内容，把群搞得乌烟瘴气，乱七八糟。人家新政策说谁建群谁负责，我他妈当个群主每天如履薄冰，连觉都睡不好，生怕那一天一不小心就死翘翘了。你在跟我谈致富，我他妈恨不得把你们一个个都踢出群。哦，群主辛苦了，既然你这么累，那你把群解散了吧。可是我舍不得你们呐。绿片，全网第一实拍群社区，微信搜索绿片，关注后即可免费进群。